玩乐三分钟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工地积木玩具。这是一辆工程车，它是黄色的。司机上车，准备出发去工地喽。路过超市，这是一架直升飞机，也是黄色的。飞行员来驾驶飞机，掉个头准备起飞。飞机经过屋顶，工人来到了工地，拿上铁锹准备去干活啦。先来搅拌水泥，搅拌完成，工人要来铲土，铲完了，工程车来运送砖块了，掉头停好，拿出砖块，放到工程车上，再放一块，去运砖块喽。经过树屋，到啦，掉头，卸下砖块，任务完成。哦，工程车没油了，拿上油罐去帮工程车加油。开始加油吧。油加满了，回到加油站，把油罐放好吧。工程车继续出发，工人要来垒砖块，一块，两块，放一个围栏，好了，再去其他地方干活。狗狗来守着砖块，再来装桥梁，一块长长的砖块放在这里，再放一个护栏，这边也要放。桥梁装好了，工人任务完成。